还知道，你一直怀疑钱之锋是共产党。我告诉你，他就是共产党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？许清林告诉我的。许清林是共产党，他说，钱之锋是他的同党。许清林。 你是军统，他是共党，他能告诉你？当然能，他还告诉我很多事儿，包括你杨仁杰怎么无能。那么说，这孕妇的事儿和日本特使的事儿，也是他告诉你的？和平饭店那个枪杀日本特使的人，就是我。 我知道，我还知道很多你们感兴趣的事儿。你们抓到我，一定会觉得如获至宝，对吧？ 让郑伯鸿来见我，否则我脑子里那些秘密就要发霉发烂了。 钱之锋，说说吧。团长，江汉城血口喷人，想杀我没杀成，现在又诬陷我是共党，他是想借您之手，请站长明鉴。我要是相信他的，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吗？别紧张。 钱之锋，谢谢站长。哼，江汉城，一个坐轮椅的摊子，不好好在后方待着，跑咱们这边来，他能执行什么任务？这完全没道理啊。一定有道理，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。 之锋啊，还得麻烦你和任杰去趟五金店，掘地三尺。是。发现什么没有，队长？发现了一个秘密电台，您看这个，闭门计划，收起来。杨队长，发现什么了？哦，没什么特别的。哎，老钱，昨天辛苦你了，回去早点歇着吧。回头我回去跟站长汇报啊。 死而复生，而且以这样决绝的方式自投罗网，是钱之锋万万没有想到的。谭从武猜测闭门计划与新四军有关，但这也只是猜测，必须尽快摸清这个神秘计划的内容。韩才一一直坚信江汉城还活着，他是对的，他不但还活着，而且是闭门计划的关键任务。 可是眼下，对钱之锋来说最难的是怎样把这个消息告诉韩才一。志峰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昨天怎么回事啊？怎么那么晚了还叫你去站里？你们抓了什么人啊？非得点名让你去？我们抓了一个军统的特派员。军统？谁呀？ 我也不瞒你，这个人你认识。我认识。嗯。你说的不会是汉城吧？就是他。江先生，我再重申一遍。 你和我只是看法不同。日本人来了，我当然也想把他们赶走的，但战争总是要死人的，死的可都是我们同胞。有些人说我不想死，你就指责我是汉奸。至于说亡国，南京政府那也是国民政府。 汪先生，那也是革命的元勋。重庆要一意孤行，那只有生灵涂炭。嗯，说得好啊，说得好。你不同意我的观点，可以反驳我。我100%的同意，战争当然要死人，但是说，中国一定亡于日本。 未必吧，江先生，你对时局的看法真是太乐观了。郑先生，我们还算聊得来，我也不想浪费时间了，开门见山。我这次来是为了一个计划。计划？闭门计划。我知道，你跟包文玉、包部长关系甚密。 我此次来苏州，就是想劳烦你，把包部长请出来，我有话要亲自对他说。我要去见汉城。你凭什么拦着我呀？让我去！我说不许去！那凭什么把我们孩子扔在这儿，那凭什么就不管我们呀？彩衣，你现在情绪太激动了，就你这样，你姐夫都不会答应的。 再说了，你知道江汉城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吗？啊？好了，好了。他为什么不管我了呀？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。他凭什么把我跟思成扔在这儿啊？ 你现在一定要冷静下来，一定要先冷静。好。闭门计划，你消息还挺灵通啊！干这行的，嫌少说话。那边给你多少钱？没多少钱。综合楼给你点了几个菜，随便吃吃。多谢站长。有个好消息，我刚才给包部长打电话，说了你的情况，告诉他事关重大。包部长非常高兴，想让你即刻去南京。不知道你方便不方便？全凭郑站长安排。哎，来，一起吃点。吃吧，这些都是给你点的。嗯。探长还有什么要求？随便讲。也没什么别的要求，就是一个人待在这儿闷得慌，想找个人聊聊天。嗯。 好啊，我随时可以奉陪。那咱就一块聊聊。有一件事我一直没弄明白，当初郑站长为什么就是看不上我，不让我跟韩彩一来往？啊？ 太太，您开门啊！饭做好了，您吃点儿吧。太太，师傅，有什么重要情况吗？啊，闭门计划。闭门计划？对，是韩彩衣吗？不，是江汉城。江汉城？嗯，江汉城不是韩彩衣的。我记得你不是说这个人已经死了吗？江汉城没有死，人在苏州。是，他被苏州站抓了。 韩彩衣知道吗？知道。他什么反应？他想救他。你怎么想？老谭，我觉得这件事非常蹊跷，我想让彩衣跟江汉城见一面。为什么？一来呢，我想知道江汉城这次来的目的；再有。 我想通过韩彩衣摸一下闭门计划的内容。你有把握吗？目前没有，不过我想试试。不哭，彩衣，你吃点东西好不好？你这样下去，这思成非得饿坏了。我不吃，要吃你自己吃。我如果吃了以后能下奶也行，问题我是男的。你曾经跟我说过，你最大的任务就是要把他平平安安的带大。思成又不是你亲生的，不用你费心。彩衣，你别烦我了。 来，思成，什么事儿就直说，先生，这太太还是不肯吃饭呀。她不吃。这样，你给她盛一点，给她端上去。她要如果实在不吃，也没办法。先生，这太太是为什么呀？ 产后抑郁症是什么？我跟你说了，你也听不懂。啊，先生，那个今儿你出去的时候，郑太太来电话了，她问起太太，太太现在怎么样了？郑太太来电话。哎，她说什么？嗯，她说让太太不要太难过了，说那位江先生不一定会死的，说太太已经和你结婚了，并且已经有了孩子，让太太好好的跟您过日子。好了，你可以下去了。 我给他端上去。想好了，你可以去见他，但我有个条件，必须先把饭吃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嗯。你见他的时候，一定要少说话。 因为他这次来的目的，我们谁都不清楚，会有很多眼睛盯着你。 我答应你。先吃饭吧。什么？你要见他？对，才艺，这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过去就过去了。我要狠狠抽他一巴掌，我恨他，我要出了这口气。当初我和你姐夫劝你，其实也是为了你好。姐，我不恨你们，要说恨，我只恨他。 当初你们反对，我跟他说让他带着我私奔，结果他自己跑了，他害怕了。所以你们说的对，他根本就是个懦夫，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值得我托付终身的男人。那你还见他干什么呀？都到这份上了，我就想跟他做一个了断。你就让我去见见他吧。说是这么说。 可是恐怕你姐夫他不同意呀，姐，我求你了。伯伯，是我彩衣，想见一下江汉成。他要见江汉成，告诉他不能见。哎呀，你放心，他就想见他一下，他不想怎么样。 他只是觉得江汉成给他甩了，他咽不下这口气，他想出出气。出出气，打一顿骂一顿。现在江汉成是重要人物，我正争取和他的合作，把他惹急了就会因小失大。这件事没商量。你看。 我就说了嘛，你姐夫不会同意的。我现在就去。哎，不行！哎，彩衣，哎，彩衣，彩衣，彩衣，你怎么这么陪我去？彩衣，我说你冷静点好不好？哎呀，你冷静点。哎，彩衣，哎呀，你看，你赶快去追他，你陪他去。到那儿啊，先跟你姐夫说一声啊，快去。好。 任姐，你觉得江汉成的话有几分可信呢？您是说关于闭门计划吗？真要把他送到南京去，他要是胡说八道，你说那我们就太没面子了。那咱们就给他来点硬的。不行。 你觉得韩彩一对江汉成还有旧情吗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。你不是一直怀疑韩彩一和钱之峰关系不正常吗？现在正是个机会。 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。彩一，彩一，你让开！彩一，你千万别太冲动。这样，我先去见一下站长，站长要答应了，你再去见啊！千万别冲动。秦志峰，钱副科长，哎。 钱副科长，啊，钱副科长，哎，田姐，啊，我找站长签字啊，你也是找站长？啊，对，哎，要不你先请，您先请，啊，您请，哎，好。韩科长，开门。站长有吩咐，没有他的允许，任何人都不能进去。任何人？我是任何人吗？韩科长，您别为难我们，您去跟站长说。张汉成，江汉成，你个王八蛋！有胆量你出来见我呀！江汉成，你个懦夫！你当初自己跑了，一点音讯都没有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 一个大男人连自己老婆都管不住。站长，彩一根本不听我的，是吗？还是你们两个人给我演戏看？站长，我骗您干什么？这两天彩一不吃不喝，就是因为我不让他去看江汉成。不信，您可以去问陈妈。所以你就不管了？ 你知道江汉成的重要性，也知道江汉成以前跟彩一的关系。知道。站长，啊，韩小姐来了，大喊大叫的要见江汉成，胡闹！人在哪儿呢？在优待室门口。 郑站长，让他进来。汉成，彩一现在情绪不够稳定，我想见他，让他进来。 受伤了，你过得好吗？江汉成，你活该！听说。 结婚了。还有了一个孩子。才艺，你一定要幸福。我会的，我会幸福的活下去。而且我跟你保证，如果你死了，我会给你买棺材。 每年带着儿子去给你上坟烧纸，有这份心我谢谢你。烧纸算了，给我带一本我喜欢的书。不是说好了吗？见了之后，你就吃饭。人你都看见了，没受罪。你姐夫对他还是很优待的。如果我和江汉城 是对立的双方，你会站在哪一边？有良心的一面。比约定时间晚了，怕跟踪，在外面兜了2圈。坐吧。有什么新情况？啊，郑伯宏准备把江汉城送往南京，交给军政部的包文玉。南京？什么时间？就这1、2天，正在和杨仁杰安排护送计划。哦，老谭，还有一件事，我想向你汇报，我已经安排韩彩一和江汉城见了一面。 我现在越来越坚信，江汉城这次是抱着一死，把自己送上门的。那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会不会是为了重庆和南京的秘密联系渠道？我记得你不是说过，这个江汉城跟南京汪伪的这帮人势不两立吗？没错，可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军统特务。啊，在你看来， 闭门计划应该是冲着我们新四军来的。嗯，对，这样逻辑就清楚了。重庆是想跟南京联合起来，对我们新四军下手。志芳，你务必一定要拿到闭门计划的具体内容。老谭，现在有个问题。 如果江汉城去了南京，离开苏州，我可就鞭长莫及了。啊，志芳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们组织上帮你解决。好。喂，韩姐，有人要见你。 谁想见我？见了你就知道了。王主任，人来了。你们聊，我先下去了。小韩吗？冯主任。快，请坐，坐下谈。 是百闻不如一见呐！您从重庆来，谨代表戴局长向韩小姐之前对我们军统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。谢谢冯主任，您特意来找我，可是我已经决定，您不知道。 当然知道，所以我就来了，来找你谈谈。谈什么？谈谈韩小姐的思想问题，和你身边的共产党钱之锋。钱之锋？小韩啊，你受了他很多的影响啊，尤其是不良的影响。 这让你对党国的未来和使命产生了怀疑，对吗？我们很是担心呢，所以我们要肃清这一不良的思想源头，将你从错误的思想道路上解救回来。解救？怎么解救？我说了，是肃清不良的思想源头。你们。 你们要杀了钱之锋，我们希望由你亲自动手。对了，小童会帮助你的。不，韩太医，你已经是为人之母的人了，你要为你的儿子负责任。用我儿子来要挟我？不是要挟，是拯救。 委员会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，并对下一步抗战工作进行部署。第三战区总司令顾祝同长官汇报了新四军皖南部奉命北进的进展。该军将于月底从繁昌、铜陵之间北渡。警卫园长表示，望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能遵守中央命令。 不再擅自事端，破坏抗战大局。这么重要的军事机密，重庆方面居然从广播里就堂而皇之的说出来，这不符合最基本的军事常识。这是说给谁听呢？ 显然是说给日本人听，这能说明什么？这说明蒋介石是想借日本人的手铲除新四军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日本人就会长驱直入，直至消灭中国。这样一来，又有多少无辜的百姓会死在战火中？ 我们不是救世主，改变不了现状。我现在只想带着思成离开这里。之锋，你跟我们一起走吧，我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才艺，我现在正在想办法，帮助你和思成离开这里。那你呢？我虽然不是救世主，但也不能任由悲剧发生。 才艺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要走，我们一起走。我还以为你走呢。江汉城过2天就要送到南京军政部去了。闭门静静。 今天放了一回避，闭门计划，你知道多少？是我付给你钱，不是你给我钱。如果我不要你的钱呢？我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咱们两个互相帮助，情报交换，你得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。 你不是想抢我生意吧？各取所需嘛。太太，我出去买点菜。嗯，去吧。 小童，是我。我就想跟你说，钱之峰的问题我会自己解决，不用你插手。你告诉冯主任，让他多给我点时间。对了，还有，你告诉他，汉城的闭门计划，共党也在调查，留着钱之峰，我们才能知道共党到底知道了多少。 北京的报纸要是走漏消息，应该是包部长那边。再说，我看那文字写的也是含糊其辞，似乎知道的也不太多。共产党不是文盲，他们也会看报纸。如果这个时候江汉城到了南京，一定会成为共党的活靶子。 您看怎么办？江汉城暂时不能离开苏州，这样吧，你去安排，找一个安全稳妥的地方。需要电台，找电讯室的丁主任。是，不能再有杀手。是。 进来，老赵，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吗？看了。现在看来，江汉城这个家伙是去不了南京了。